啊，昨天我是11点就到这儿来排队的，排了一夜。当时排队的人有400-500人，我以为我买不上了，可是呢，排到今天我买到了，我心情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，我们这个岁数人，特别崇拜毛泽东。这个上头没有毛泽东的像了，我们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孩子非要我是回家吃药去，那他不会让我。